疫情四起，万般陨落，人心探底，种族冲突。2020年，裂缝无处不在，哪里会一直有光？口罩就像镣铐，带着束缚，你还敢起舞吗？当我不知道答案的时候，就去奔跑，发动引擎，奔向森林，开始深呼吸。起初跑步是为了减轻疼痛，后来是喜欢脚踩大地的踏实。前30分钟最难坚持，如果没有耐心与之抗衡，也会选择半路停下。如果停在原地，你的心会失去勇气。就让身体站立着前行吧，每喘一口粗气，眼前的风景变得更加清晰。树根扎向大地，是为了离光更近；我们扎向逆境，是为了离自由更近。每个人就像纸上的字，我遇到你，你遇到他，就有了大千世界的一个个故事。关于青春逐梦的，关于转身离开的，关于拼尽全力的，关于从头来过的。每一段时光都留下一个注脚，留下我怀念的，留下我释然的，留下我还在坚持的。用力的活着还不够，还要用心记录活着的轨迹，在百转千回的路途里，渐渐找到指引自由的那道剑。